Yuna， 是啦是啦，虽然讲吼，今仔日亲家无伫咧厝，去台北开会，但不然今仔日是好日子呢。所以啊，我就代表乡民厝内底的许多人吼，来甲亲母提亲啦。亲妈，讲实在啦，咱这乡民吼，甲小弟嘛做伙五年外，啊，伊两个个性吼，搁足合的，啊，是毋是？应该吼，宣传因两个人的婚书啦。杨年，啊，我是有听小弟讲嘛，啊，你袂使遐负责，拢已经行完啊吼。对啊，我负责都行完，虽然无真济存款，不过我是真心爱小婷的，希望会当带阮的婚书。对啦对啦，亲妈，你也放心，阮祥年啦，我相信伊若结婚了吼。一定会认真拍做工课，赚大钱啦！到时阵吼，伊吼赚一栋楼仔厝，互你甲亲家去住啦。啊，你着吼安心啊，甲小婷交代互伊啦。唔免啦，唔免啥物楼仔厝啦。啊，阮做爸母的，只是希望讲查囝嫁出去以后，伊会当莫阁为着生活来烦恼啦。想念啊！啊，唔知影，敢会当先请你准备一间仔厝，予阮小婷。安尼哦。阿母，其实我一直有要找计划，请你予我一寡时间，我会证明我是真心爱小婷。对啦，对啦。好啊。咱事后再来讲，就安尼啦吼，饮茶啦。